娘娘，您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我一想到九王，心里就不是滋味。娘娘，您不会还是对他？我对他早就没什么想法了。我也告诉自己，不要再想这件事。但我一想到九王他曾经救过我的命，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我就觉得良心不安。娘娘，九王现在音信全无，我们就盼他一切安好吧。也许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，无论如何，我希望他还能活着，活着比什么都强。跪下！免了，把他们的手铐都解开吧。做了这么多面子功夫有什么用？你倒不如一道圣旨把我给判死，反倒不难。你以为朕不想吗？老九，朕没想到你一错再错，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我和你已经无话可说了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设计的，别人毫不知情，他们全都被我给骗了。至于皇后娘娘，是我蓄意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，但是他对你忠心不二，毫无动摇。总之，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过错。你想给我定什么罪名，痛痛快快的来吧。九哥，把他们都压下去。是。哦，齐胜，为何不速速判我？走，走，齐胜，齐胜，齐胜！皇上，皇上，太医，太医！